眼前满满五颜六色的小猪，是新竹县文化局为了庆祝艺名文化季所举办的创意彩绘神猪比赛募集来的。迈入第八届的彩绘神猪比赛，首奖高达50,000，今年的比赛已经开始收件，欢迎全台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赛。2017新竹县艺名文化季的创意彩绘神猪比赛，从即日起，就是从今天开始已经正式开跑了。那么截止日期是到6月1号，而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最高的奖金的金额是高达50,000元哦。所以我们希望呢，彩绘神猪由你来设计，那么任何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哦。彩绘神猪讲求趣味性，也期待参赛者融入艺名信仰的精神。今年以创意神猪为主题，欢迎民众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神猪突破大家的印象。这次的彩绘神猪呢，除了就是有创意的，同时有包含艺术的，最重要的要跟环保结合哦。所以我们在今年的2017的艺名季哦，也希望呢这个呈现的大中小的彩绘神猪都可以跟环保的，譬如说底扎或者是眉扎来做一个共同创作的结合哦。那么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新竹县政府的文化局还有官网都可以来查询哦。投稿期间自即日起到6月1日止，欢迎全台民众到新竹县文化局网站下载报名表，一起来参加客家年度盛事，感受艺名季的风采。台播新竹陈若怡红、蔡文启采访报道。